感谢各位前贤。我甲伯公鉴定吼，好像解了不解之缘呐。我来接两单前左右啊。我们那个说，我们思田人是什么时候走的？他还没有走以前呐、啊，就跟我们的大姑啊，陈大姑啊说，可以不可以？可以不可以邀我到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去讲课？哦，我这来讲讲吼，我咱伯公鉴定吼。咱们新加坡办得有够赞，有影呢？我去讲吼，讲十三场啊，逐场拢千六个啦，啊，无就三千里啊。讲那遮侪人，因为阮吼佛堂吼才1600间啦，尔。伫干那伫新加坡，那么弹丸之地哦，那么小的地方啊，佛堂就1600间呐，一间来一个就1600，来两个就3200。迄阵啊，有一间佛堂叫做天国啊，天国，旧的无去啊，咧起新的啦。讲落成的时候，一日就点了9000多人呐、啊，一惊死人，知影无影？讲点啊，9000多人啊，讲分三位在点啦、啊，迄个真大显化啦。迄间佛堂哦，住伫迄个高速公路下骹啦。啊，今日吼、佛堂落成以后。隔天哦，那个高速公路就开始启用了啦，啊，所以加载哦，还200多辆的游览车哦，才有办法去停在高速公路上。哦，这是真大显化呢，无你200多架，还有200多辆的游览车要停在那里，那是不简单呢，我感觉足不简单呢。所以各位真难得，所以跟我们宝光建德啊，是结了不解之缘。不简单，我刚刚讲各位家人，我们就是一家人，但竟然不认识，你说奇怪吗？家人最亲切了。当我们烂了破病的时候呢，我能够去探病，最后的话起身告辞啊，说两个字啊，叫做再见。只有家人哦，不说再见，家人最亲切。我们就是一家人，但竟然不认识，你说奇怪吗？所以像婚姻法有改变，第一个改变，以前先生哦，只要坚持住在夫家，太太不可以坚持住在娘家。听说现在可以了啦，这样结婚有什么意义啊？想办的孩子哦，可以从父姓，可以从母姓，可以想办。为什么？现在人际关系很疏离啊！我保证，再过2、3代之后，谁都不认识谁，有没有可能？欸，各位有反应太棒了，只要没有反应哦，就跟我们起冲的孩子一样。你看，我底下最期待的好听哦，囡仔拢无反应啊，我都习惯了呢。我早期哦，在师大服务啊，还没有感觉，或到启智学校才发现学生啊，听得到听不懂啊，起冲才倒过来啊，听得懂、听不到啊。我们算是得天独厚啊，听得懂又听得到，就应该有点反应了。比方说，像我姓郑，我太太姓陈，我儿子姓郑，我女儿姓陈，各种杂杂的都唔罢啦。啊，你有啥咪有又比较？第一个会乱伦呐、第二个会有近亲结婚的情况发生，之后会怎么样？我已经所服务的两所学校，启智学校、启通学校都会不够用，你知道吗？还要增加好几个校长哦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立法委员猪公啊，真的没有修过特殊教育啊，都骂他猪公哦。他在最好地方看不看？我别讲，就话无人管，我叫我大，你敢知？我名片啊都可以改成总统的头家了，都要管着总统的对吧？他在好地方是总统管的，那么不最好地方都要管着总统，是总统的头家。所以一个笑话，我以前有一个人啊，很敬仰诸葛亮。大家知道吗？诸葛亮料事如神嘛，学他料事果然如神呐、他就称赞诸葛亮，此诸葛所以为亮也。又是学他料事哦，怎么搞得跟事实啊完全相反？纳闷，也舍不得骂自己，也骂诸葛亮，他怎么骂？此葛亮啊，所以为诸也。本来诸葛为亮，本葛亮为诸了、各位家人不是希望，不是理想，也不是目标，是事实。我分析给各位看看，有道理接纳，没有道理作罢。为什么一家人？各位看看，看有没有道理。各位看看我这里有粉笔哈。各位看看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就接纳，没有道理作罢。各位看看我的上面有谁？我的上面有父母，我爸爸上面呢又有父母，我妈妈上面呢又有父母。那上去呢也是一样，这个有没有人反对？没有了哈，你根本不敢反对嘛哈。
你反对就没有你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只要就是第一代往上转，这第二代，这第三代，听讲，干那算啊第三代啊，我就有六个祖先啊，你不信无？说话按照算，二加上二的平方不是六吗？二就是爸爸妈妈，二的平方就是阿公阿妈，外公外妈，就四个啊，加起来多六个，对不？啊，过去就八个啊，你看，过去八个啊，对不？现在各位准备一个比较大的电子计算机啦，算到第十代会有几个祖先？滴滴嘎，滴滴嘎，滴滴嘎，嘎二九次方，啊，这样一共有几个祖先？二的九次方多少？有人跟我说十八，我说你白痴哦。二的九次方多少？二的九次方512了。二四八十六，三二六四，一二八二五六，五一二标准答案。而且说话就奇怪哦，有规则可循，拢差两个，你有注意无？二加四是唔差两，加八嘛差两，这六嘛，六加八嘛要差两，加十六嘛要差两，这十四啊，加三十二嘛要差两，这三十啊，加六十四嘛要差两，这六十二啊，加一百二八嘛要差两，这126啊，安敢看有？看无嘛无遐多啊，对不？所以510的头前一定是510，啊，加多少岁？多千控二字啊，超过1000人。那剩下第二十代哦，超过500000啊；剩下第三十代哦，超过1000000啊；剩下第四十代哦，就数以兆计啊。啊，兆是亿之上哦。啊，一些哦，才30吨啊，四十代才1200吨啊，都这么多祖先啊啦。现在全世界人口才偌济？才60亿人了嘛。报道有看嘛？是61的小宝宝诞生了，才61，啊，先生来这个规定，我大概算的啊，他是500吨啊。所以中国人讲的最厉害，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叫做500年前是一家标准答案呢？伊凊彩讲拢就是拢对啊，我是算偌久才知道呢？所以奉劝各位啊，天下是一家，本来500姓就比较好，拢一家人嘛，哪有百姓？五霸姓叫立卦之分呐、啊，叫张家男，还有李家女，所以天下是一家，本来500姓。有一位先生叫陶渊明，他讲一个很棒，叫落地成兄弟，何必骨肉亲呐、啊？落地就成了兄弟姐妹了、啊，何必要骨肉才亲呢、啊？那个基金会啊，叫做伊甸灿烂基金会，有没有听过？主持人走了，叫做姓林子啊，叫刘霞女士啊，邓雅。就那样写在车子两旁，叫落地成兄弟，何必骨肉亲？所以现在讲胸襟跟抱负，讲心量跟涵养。第一句话，天下是一家，本来500姓。第二句话，落地成兄弟，何必骨肉亲？因为心有多宽，路就有多宽；量有多大，福就有多大。所以心宽路宽，量大福大。所以我想配合山中人，第一句把异乡当故乡，不简单。咱讲就前辈，侬把异乡当故乡，有人去外国，40吨也嘛有，30吨也嘛有，不简单呢。我两个朋友嘛是安尼，一个在美国人，或者甘神父，伊来台湾40吨啊，就咱中华民国的国籍啊。过一个是台中铁岭下，或者曼修女，嘛来40吨，嘛就咱中华民国的国籍。你人生没有几个40年，不简单哦。我佩服叫人把异乡当故乡。第二个，把陌生人当家人，不简单。但许多人都把陌生人当家人，所以你跟他多亲人啊，陌生人也可以度嘛，对不对？第三，把吃苦当吃补，那么不简单。吃苦对吃补，得地成功。这三种人容易成功。第一个，把异乡当故乡；第二个，把陌生人当家人；第三。